可以茫茫人海千年第一眼相遇。有人觉得我看起来很老。谁站出来保证不打你？我的恋人啊，我这就要走远了。柏林这笔森林之王3000，一早在火神的眼泪，掐举声音亮相。这次他们举办巡回演唱会，记者会上师兄威廉也到场力挺，大家可以近距离听他唱歌啦。在当上艺人之后，你都觉得哪个部分是想加强？我觉得是要修心哎，有时候不要太走心，但是有时候也不可以太开心。例如得冠军好了，我觉得还是就是开心3天，可是回头该做的事情，该缴出来的歌。该创作的、该做的事还是要做。我大概就开心了3天，再多一天4天。很不好的倒是没有啦，可能真的有讲到一个比较抽到我的点，就是有人觉得我看起来很老。没有，因为我天生眼袋比较深。对对对。两种情绪，我现在回想，一部分就是哇，松了一口气，终于比完了。另外一部分就是，天哪，我拿到那台车，我拿到第一名。大家都是第一名，因为这样子整个半年在森林之王跟大家的相处，我真的发觉每一个人都好有自己的天赋，还有他们的擅长的地方的所在。我觉得那个是好像没有办法去比较的事情，我们一起的一个荣耀。对，但车我的。圈在这块瞬间，呼啦啦全转眼，看着你侧着脸，紧紧拥抱夏天的一切，长大了